锵锵三人行，大家好，这个啊是我们这个春节过完了，哎，头一回我给大家请两位这个拜年的朋友啊，顾长卫导演，还有我们的罗燕女士，也是电影制片了，都是电影界，哎，两位给我们这个观众拜拜年，拜个晚年。观众在哪儿？对对对，观众对我吧，我代表观众。这个拜年了，拜晚年。你把我当菩萨呢？观众就是菩萨。哎呦，还谁说他不会说话？当然我也是菩萨了。你谁说他不会说话？来，罗燕呢？啊，给大家拜个晚年。啊，我呢，很高兴呢，今天跟窦文涛在一块儿，哎，啊，对对对，过年嘛，挺有喜庆，他穿个红衣服。那当然，那当然，啊，咱们红眼镜而且今天咱们这个话头，从他的这个电影，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意头。立春，是立春，咱们俩一块儿去看的，嗯，对吧？当然，这个电影正式出来，大概要得到今年六月份吧，六月份了啊，立春。听说那天有一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说，哎，这个女主角怎么有点像蒋雯丽呢？原来就是蒋雯丽，哎呦，把自己形象摧残的可真够呛。对，那是好像是王朔啊，他，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文丽也在旁边呢。嗯，然后文丽就觉得纳闷说他当时觉得是在开玩笑啊，但是后来他确实是他觉得这个跟他本人跟文丽本人的这个平时的那些形象区别挺大的。哎呦，就是一个他是费了，感觉我们有时候见到的那种比较粗胖，哎，这牙呀，反正就是一个长得丑丑的，这么一个在内地啊比较闭塞的一个小城市里的这么一个普通人。其实生活里啊，我们看了之后，好多人就觉得生活里啊都有这样的人。是，他们就喜欢这个美声唱法，喜欢唱歌剧，意大利的那个，所以在这个周围人当中啊，特别的格格不入，就遭遇一系列的这种命运了。因为精神追求吧，应该这么讲。我觉得主要还是精神追求。嗯，就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些，个人有个人喜好嘛。有的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嗯，我就认识一个女孩，都去美国了，念理科的，爱跳芭蕾舞。嗯，绝了，就是爱跳芭蕾舞。一到美国好，就学校那个舞蹈团什么都参加上了，然后最后到现在还在跳，业余什么的演出，我经常送票给我去看。刚才罗燕还问呢，就说你拍这么一个人物啊，心怀梦想，跟环境那么冲突，这么拧巴的这么一个人物，是不是跟你自己青春时代类似的经验有关系？其实不一定跟青春时代有关，我觉得就是跟我现在的经历都有关系，跟我现在的感受都有关系。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属于那种就是怀揣着无限的理想梦想的人，所以我就特别的羡慕。你还不算怀揣理想。不，我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就特别羡慕那些，你知道，你每天有好多那种花儿一样的想法从那个蹦出来哈，然后为了自己想法去实现，去执着，去疯狂，去，你知道那种不惜一切。对，我真的，我每次就生活中也能常常遇到这样的人，是我自己觉得特别感动的。因为我其实人有时候做作品常常是为了去弥补，去，你知道，一个是跟自己的交流，一个是弥补自己的一种叫什么缺憾啊。嗯嗯嗯，其实我觉得这些人物其实会让平常的生活变得更精彩。你想，生活中要没有那些艺术，没有这些喜欢艺术，就是就是愿意把自己生活装点的更别致一点的人，可能生活会更平庸，我觉得更平淡了，更郁闷。可是就他们个人来说，这个命啊是特别惨的。你比如像这样的人，我看这电影，我一下想起我们石家庄也有一个，我还认识这人呢，原来是我爸他们厂的，就是学画画。我现在还记得，他就痴迷到什么程度啊？跟所有这个城市里听说画画画得好的人学画画，整天旷工啊！而且什么时候见他，都在大街上过路人，谁叫，哎，我给你画个像，就这么画画。然后到前些年，我又听说到最后厂里也不要的，这样的人周围觉得你这太奇怪了，这种人性格也很怪。然后呢，娶不着老婆，娶了个老婆呢，还是个精神病，就跑了。这老婆有一天不见了，但是留下一个女儿。等这女儿长大点呢，也是个不正常的。哦，哎呦，住在那个破房子里，然后说是市领导还去看望过，你知道吗？一看那小破房子里全是石膏像，就他自己捏的那种。嗯，已经五六十岁了。但是顾长卫，这事情不是这样，就是说，
你想，我们都是知道他已经是很成功的摄影师了，对不对？都多次提名，多次得奖，所以道理上讲，已经你说你没追求，这个好像很难使我相信，对不对？对不上，那你可以完全不做导演，没追求，对不对？好像。这个让我解释一下好吧，我只是不傻，但是我确实不是那个多有追求的。比如说画画哈，就是我是因为其实，是中学的时候哈，我的美术老师开了初中开了美术课，然后带着所有的学生去画写生，然后老师从我那学生的作业里边挑出一些好的，他会当那个上课的时候讲那个范本，后来我就被老师叫到学校美术小组。其实我也知道有美术小组，但是我自己不会去。就是那个不是我的性格，那就不是我了。就是后来呢，其实很多人画的也很好，可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可以做的，有些人就做别的去了。而我呢，就是无非就开始画了，后来就画去，就接着画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养成习惯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你知道，就是。哎，他这个我、就是、我跟你我你跟我也有点这个，就是说什么啊，在大的选择上其实有点随波逐流，碰着什么是什么。但是呢，他有一种强迫症，就是说我不管干什么，只要我干了，干完去，我就百分百的要认真，我要把它做好。对，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个人有一些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就是我希望做事呢，我希望反正就是让看着有别让我看着别扭，就是顺眼了，给弄顺溜了。就因为画画呢，一画画了就这样一画，画了六七年，一直画了七八年，结果电影学院招生考试的时候，发现他那儿有一个摄影系哈，哎，人家还要考画画，就等于是你就说这完全是运气。就是我其实后来的发展的过程，其实大部分的转折都是跟运气有关。可是你说我，所以我就特别羡慕那些那么有激情的，叫矢志不移啊，所以九死其犹未悔，不碰南墙心不死。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在生活中，你有时候觉得他们有点可笑，他们甚至有点苦难，但是反正我真的是你不是拿别人的悲惨当你自己的审美了吗？不是，那他们会觉得我们很悲惨的。你要换到他的角度，你知道，就是人判断的时候，人都会有自己的角度。从我的审美，我觉得不值得做，但是有人就觉得值得做。这个价值观虽然它有一个社会的总体价值观，但是还是每个人的还有一些这个小的不同。我觉得是这样的，有点道理哈，有点道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常卫讲他老是讲他不会说话，其实我觉得呢，他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私下里啊，其实有时候也挺能说，但好像就是到这种场合，他啊，觉着你似乎能感觉到他心里啊有个什么阀门啊，是不是？有一个，对，我觉得有些，我有时候说着说的时候，我老想，哎，这话是不是就别说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有点过了。或者有时候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觉得哎，这话已经说明白了，我就经常说半截儿话，我就觉得不说了，就这个等着我。跟他的这个成长背景是不是有关系？所以我听他刚才讲了半天，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长大的这个人，对，有一句话呀，叫不许乱说乱动。对，对，你是不是很有感受？有感受。嗯，就是特别是比如像我成长，就是我父亲是我的小学老师。我母亲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上小学一年级，1966年，我高中毕业是1976年，正是那个，就是那个政治啊，那个意识形态的那个特别激烈的时代啊。对，所以，就是我的错可能不仅是我的错，会影响到让我的父母不太有面子，或者让他们觉得，就万一说错话，光彩，或者是错，你知道小孩儿，反正就惹麻烦嘛。对。其实我你比如说像我能理解，但是呢就是要说这个情况，我觉得人的很多个性跟人成长，特别是比如说青少年少年儿童时期的那些环境特别有关系。我觉得像罗燕，你看她的个性特别自由自在，而且特别犀利，而且想就是想到哪说到哪，我觉得我都特羡慕他。你看，这就是说茶学是茶根儿啊，他就是有点贵族，没落贵族，没落贵族。那对，我是因为跟我外公外婆长大嘛，那因为
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嘛，所以呢，他相对来说就不能，好像不是他的，所以他不能够管得像他自己的小孩那么紧密，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嗯，可能他而且揣摩，万一他的父母会怎么管，所以他相对给你很大的自由余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宣传队嘛，我记得我们那一代都是宣传队嘛，演过电影啊。啊，那我很小，我9岁就参加宣传队了。嗯，那。按道理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搞文艺的，就没有一个。我外公，你想老头，然后老师把我选去，当然都是老师选去。老头，我宣传队演出那时候也挺疯，晚上回来什么工厂哪里，啊，上海某某造船厂啊、钢铁厂的演出，演完很晚回来的，他就站在学校门口等着，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哎，就是，然后从来就给你很多安全感和那种空间哈。啊，他就给很大的空间。我跟你讲，我有同感，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亲，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不管教我，嗯，而是啊管教不严。对，因为他们性格是比较柔弱的人，嗯，所以也不会说非要怎么样。嗯，哎，他就我觉得我有很多自由的这种想象啊。是是是是，跟这个有关系，没关系，嗯。所以说啊，什么一插根啊，你往往就能看出这个人为是何以会如此。嗯，你像你比如说你说你不管是拍孔雀还是拍这个立春啊，他们都感觉到你在那个时候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啊，是个什么环境，是不是就是感觉非常准确，你是不是就生活在那对对闭塞的，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就是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外省的那些中小城市来说，大家都是一样读这个在课本上读的这个首都北京天安门五星红旗，你知道大家都是充满了那种向往的那种东西。然后如果说班上要偶然从北京转来一个学生说一口北京话，哇，那嗯，那就是这就跟孔雀里边那个谁似的，那个英俊那个男伞兵，他就是你知道，对大家，外地人特爱听那时候还每个小时都有报时，什么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嗯。我觉得那都特好听的声音，是是是，哎呦，就像他这戏里嘛，一定要去从小城市一次次的跑北京啊，其实真有这样的，就跟现在上海的妞都特别一听谁拽一口流利洋文，那都晕了，是是，一样道理。对，比如说像他们导演，我就觉得你比如说，你拍电影拍了部《孔雀》，又拍《立春》这样的电影，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界在发生什么事儿？商业主流大片，嗯，这个上亿元的这种票房，嗯，什么黄金甲呀，什么这些，嗯，你说这些东西对你所谓的追求，嗯，也没有触动吗？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影响。你知道，我是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关于比如说钱多少哈，嗯，个人挣多少钱，或者是这个片子挣多少钱哈，其实是也有会有关联哈。但是你说比如人快乐不快乐和挣多少钱，挣多钱当然快乐，但是你说是不是挣得更多一点就更快乐呢，其实这个并不是说简单的等号，是吧，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说你觉得这事儿你觉得值得做，你觉得做有意思，对，我觉得你就做就是了，而且这事儿不妨碍公共的不开心，对，我觉得这事儿绝对值得啊！你就对，哎，但是不，导演难道不都想拍票房好的电影吗？还真能说我要拍一个就我不是，不完全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少数，就是，哎，其实还是想拍一个自己觉得很动人的电影，或者是很精彩的电影，表达自己愿望的。就像你做节目嘛，你做节目也不见得。你说你是首先是为了收视率，还是首先是为了做一个精彩的节目，同时希望它收视率也好？哎，我跟你讲，你讲的这个就是啊，我在跟我们的这个领导，嗯，就是对我们节目组的人做工作哈，嗯，我整天在跟我们的领导唱对台戏，嗯，比如他们是收视率嘛，嗯啊，大家压力都很大，嗯，我整天就跟组里的人做工作，我跟他们讲，重要的不是收视率的高低，嗯，你知道吗？没有就是没有方向的人才会看收视率，嗯，你们喜不喜欢，对对对？你们喜欢我弄，对。但是其实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出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要领导方向，东西对，你要领导方向。最怕的是就是说一个东西做完了好不好，其实你自己就知道了。对对对，你有没有做到你的追求，你的满意？而且我觉得是，你知道一个收视率其实是一个就这东西这一单买卖卖了多少钱，那个是很有限的。你要做一个很精彩的节目。是一个很动人的节目，这个节目是一个品牌，就是它是一个长线的收入。
事实上，大家都要靠媒体啊，靠电影啊，靠很多东西来导向大家的所谓时尚嘛，它是需要这个的。所以呢，就是我自己觉得做你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事实上，我们的认知每人有不同，那么你只。我们而且当然不那么说，就是但我们正好干这个工作、干这个工作你就肩负着这个重任，没办法、老百姓就等着看你的电影，等着看你的节目，如此等等。然后呢，你自己要特别明白，除了对吧，领导说要挣钱、我们也一样，那这个发行公司投资公司说要挣钱，这是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就得想，我常常有的时候我想他是肯定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电影啊，或者你的节目对社会有多大的意义，这种所谓社会责任感。还有就是你有社会责任感，那他肯定有，看他拍的电影就在那摆着。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就不用有社会责任感，都做出的事儿全是有社会责任感。哎，他就摆着。我的问题就是说，还有怎么说话，我的问题就是太有社会，就不是说我自己要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没办法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或者是儿子的儿子哈，但是这是没办法的，就是我觉得太有社会责任感的，反倒让人一个人没法做。就是可能对于那些不太有责任感的人，也跟他说，哎，稍微多一点责任感啊，这挺好的。但是已经特那个什么了，你再跟他说，你已经是个模范了，你特别有了，然后所以你要更有。那你说这人就没法拔苗助长嘛，强行进步嘛。那天咱们说到中国人的很多拧巴，就像就是说一个人呐、总是要适应环境。本来你有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可是呢，不管你是好唱歌，好什么，或者说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你总需要强迫，被环境强迫，我要改变，我要改变，老这么弄就真变成强迫症精神病了。就是肠胃，你看有时候眼神儿，真是吗？不是，看一下，我就说这个，真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像最近这些年特流行的卡拉 OK， 其实你说它也无非就是一个类似于酒吧的一个地方，大家喝酒聊天的用，但是因为有那些卡拉 OK 这种方式。每个人唱歌不管好听不好听，他还是一种你知道跟他的生活状态不一样，他找到了一种艺术的交流，然后一种表达自己情感情绪的一种渠道哈。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就是既是一个喝酒酒场上的事儿，也可能这个酒场也是个商场，但是同时呢他又跟这个艺术啊，跟人的情感啊，跟人的交流建立了，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所以这东西变成现在这么大众的一个，这看出了肠胃最近的喜好是吗？至少比那个，比如说在那个餐馆里边哈，然后吃完了饭就接着喝酒啊，喝上好几个小时，弄的那个餐馆里，你知道那个白酒喝多了那个味儿啊，那个你知道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那还不如唱唱歌的。哎，你看，你别看肠胃这么好像沉默寡言的，唱歌。香水有毒，菊花台人唱的好着呢。咱们去一下广告。香水我都不会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咱说这种啊，各怀心腹事的人，不是，其实人呢，真是不同的喜好、不同的爱好啊，他就叫各怀心腹事。咱刚才聊的呀、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当第一有什么意思？得当唯一。现在就是太缺少这，这太难了。这两个其实区别挺大的，区别你有第一，马上就有第二，不是第二，就是马上有另外一个第一，就会超过你，就超过，是吧？很快，这很快。而且呢，这个第一就意味着大家都得在一条道上，一个标准下衡量。你比如说商业大片，咱看挣多少钱，这就分出第一、第二了。可是呢，你如果说是本着真心拍一个电影，我拍一个心怀梦想的人，我还是拍一个当年的战争，这个你怎么比呢？那么两个都是唯一嘛，这跟做人一样的嘛。哎，我其实特别想插一句，就是这个有点拐出去了。拐好。你比如说这个，我就在想，你比如说那些我们也是观众熟的这些，比如说著名的这些导演啊，其实你看他们每个人的作品，跟他每个人都挺像的。对。哎，你怎么讲？我就你举个例子说说，怎么像呢？你比如说张艺谋吧，张艺谋的作品，很多作品都特别典型的有张艺谋的那个。黄金甲是这像张艺谋。这个
是像我觉得也有一点像，我觉得更像的，比如说像早期的这个什么红高粱啊，很像，什么这个老井啊，什么这个活着啊，菊豆啊，那个秋菊打官司，活着，我觉得他除了他可能那故事不一样，这故事的比如说那个环境不一样，嗯，但是那骨子里透那个劲儿哈，嗯，是张艺谋。你就想象，如果是红高粱，如果是刚才说的这些片子是陈凯歌拍，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另外再找一个人拍哈，比如说贾樟柯拍，那是会另外一个什么样子呢？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对，还真是人家说这个，中国一直有这样的话，就是文如其人，如其人。哎，你像他的这个电影，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并不太担心，我也不用太去想，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O 型血。就是一个万能书写者，就跟谁我其实是，都能成为朋友了。就是除非这个人开始就要打我一顿哈，那我得跟他记一段仇之外，就是基本上我都跟那个就是交流的很。是，大家都挺喜欢常卫，他特别可爱的。因为我觉得我还算善解人意的人，就是我不是那种我有特强的我的，你知道就是。他就跟别人多么格格不入的人。哎，他从来不咄咄逼人。对，所以呢，我就把我的这个不足呢，比如说我。导演的电影里，比如《孔雀》里边、《立春》里边，我就希望那些人物去，你知道，去完善我的生活中的一些，比如说我渴望的，或者是我没有的，或者是我觉得很精彩的。所以这就说明啊，你只能是你，就是你做不了别人，你从你心手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你。对，你像有的人就拍，比如说有一种就是拍喜剧拍得很好，或者拍农村片拍得很好。嗯。非说人土，说人那就会拍农村片，结果那未必从里边就能拍好。但我觉得没关系，其实。